之前在《白之恋人》的广告里面有个这样的湖出现，很多网友议论纷纷，喂，真定假的？其实这个湖叫做风池湖，在北海道南部，由札幌去要坐4个钟车，不过就敢行入去森林睇呢就唔多靓，要睇到成个心形就一定要坐小型飞机。北海道最近都有唔少旅行社有包团睇湖服务，价钱都系800多元，都 OK 嘅。不过亦有人话，如果坐 ANA 嘅航班由羽田机场去大广，途中都有机会睇到噶。俾个贴士你，坐左边窗口有较大机会睇到噶。